仙子嫁中国男星礼貌，光溜溜被求婚。哦，好幸福哦，这首配乐还是新人演唱的哦。29岁的弦子昨天和交往2年的中国男星礼貌在北京结婚，不过礼貌的求婚过程却不太礼貌。我那个球然后有一天洗澡，对，我在洗澡，对，然后说要不要一起洗然后就一起洗，我戒指攥在手里洗了10分钟，我在想要不要给他戴上，然后就给他戴上，跑也跑不了，因为没穿衣服。除此之外，礼貌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，他婚前对贤子贴心，给足女方安全感，婚后加码延续幸福，好友 AK 安以轩都是见证人哦。其中安以轩还抽中捧花，哎，希望你也要找到像礼貌这样的好男人呢。钱他管，对吧？该道歉道歉，不该道歉也要道歉，该哄就哄，该哄要哄，家务活都你干是吧？家务活这没有洗，哎，还是我干，哎，我干我干我干。那今天会不会那个喜上加喜，再公布个好消息？公布好消息，嗯，会的。什么啊？会有，早晚都会有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不公布对吗？对，早晚都会有。这还没到日子呢，这要等人家花几糖啊！哎，对对对对。苹果浪漫，嗯，大家都懂了吧？宝宝。